马车滴答滴答到山下，车上坐着我的小人家，让他不能回转他的家，只好来到我家躲一下。我要打他一下，问他一下。欢迎收看今天的劲歌金曲50年七月考的这首歌《马车上的冤家》呢，是我们这个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小姐的歌曲，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大家一听着马上就知道了。其实呢，潘小姐的歌呢，非常的非常的多。她唱红的歌几乎有上百首了。对啊，我们说了那么多歌，光说不练，那观众朋友的等级了。赶快来听歌了。首先，我们欢迎易如小姐带来这首《小村姑卖西瓜》。欢迎易如。小村姑卖西瓜，走一家又一家，谁要买瓜谁要买瓜，西瓜顶呱呱，又甜又大，西瓜顶呱呱，谁要买瓜。小村姑卖西瓜，走一家又一家，谁要买瓜谁要买瓜，西瓜顶呱呱，又甜又大，西瓜顶呱呱，不要还价。西瓜甜西瓜大，为什么只要姑娘家？甜又大，你要买买西瓜，为什么只要姑娘家？姑娘家。小村姑卖西瓜，从早到日西下，只有人呀胡乱还价，偏看姑娘家不卖西瓜，西瓜卖不了，只能回家，只能回家，只能回家。谢谢易如小姐。接下来我们请王慧莲小姐再来这首《爱河桥》，欢迎王慧莲。情侣们一双双走上那爱河桥，只看到桥下流水悠悠，好像永远流。上那爱河桥，情话跟桥下流水悠悠，好像永远说不了。我走上桥上，投入爱怀抱，脸上都堆满笑，好像佳期在明朝。情侣们上那爱河桥，情话跟桥下流水悠悠，好像永远说不了，好像永远说不了，好像永远说不了。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严丽婷带来这首《桃花运》。桃花运呀，你别走桃花路，桃花路上太恐怖，悠悠浪来悠悠浮，把你当作了大肥猪，当作了大肥猪。
上太空步，悠悠分来只有目，看你往哪里找前途，往哪里找前途。接下来就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丁慈欣歌后潘秀琼演唱这首当年轰动海内外的《意乱情迷》。我心里只有怀疑，你好像想念你，欢迎潘姐，欢迎，欢迎王慧茹，还有花颂，谢谢谢谢。哎，欢迎易如，还有我们的严丽萍，严丽萍来，谢谢。哎，潘秀琼的歌啊，真是不计其数哎，好多好多歌。我跟你讲啊，今天呐、啊哎，这个姚代伟啊、哎，要跟你说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呢要把你所有唱过的歌的歌名呢，来讲个故事给你听。唱一个故事，哎，对对对对，好啊好啊。但是因为这个歌名呢，这个、歌曲长达了42首啊，哦，要用小抄。好，没关系，原谅你。真的，这个串起来是真的蛮难得，大家注意听啊。啊，这个都是他的歌哦。嗯，很久很久以前，在巴厘岛上的女儿圈，嗯，有一位野岛姑娘，她在爱河桥边小村姑卖西瓜。有圆圆的眼，常常吹着我爱口哨。每天站在明月上高楼，看着江水向东流。小姑娘对自己说：“我问过自己，谁是有情郎？”没想到，在一个春雨绵绵、朦胧的灯光的晚上，有位带着白纱巾的马车上的冤家路过，因为缺少一根绳儿，就问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忙？”小姑娘当场哦，意乱情迷，终于盼到梦中人，不愿像只含羞草，何必旁人来说媒？马上就跟她说：“你忘了吗？你忘了吗？看到你的眼睛，想起你是我两小无猜的小青青，我爱牛郎，我要为你歌唱，我只要你的心。”这位阿里郎交了桃花运，决定跟小姑娘谱下梭罗河之恋。无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俩蓝色的爱情梦去了。阿里郎说：“我是一只画眉鸟，飞到西又飞到东，轻轻悠悠，但不能天长地久。”小姑娘流下情人的眼泪说：“虽然爱情像气球，但是我不能不爱你，我只有问自己，我要等着你。”最后小姑娘回娘家，天天唱着那韩语曲，等着下一次的樱花恋。掌声啊，哈，好好棒，因为42首几乎大家都会演唱哈。不过其实在这里我要请教一下三位哦，大家在看我们潘秀琼小姐演唱，觉得她唱歌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他的歌啊，他的歌的特色是因为他很磁性很低啊，但大家不要认为说低音歌就很好唱，低音歌如果你气不足的话呢，是不能唱，低不下去，低不下去，用气唱，完全用气把他的声音推出来了。还有一首歌，你们有没有想到？嗯哼，我相信啊，这个整个歌坛来讲啊，没有几个人能够唱得出这种味道的歌。嗯，什么歌？就是那种奥地利那种Yodeling 的那种啊。欸、哦 ，Yodeling， 非常难的。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好像很容易啊，其实说你这个嗓子真音跟假音不会运用的话，听起来会很难听。可是我们潘姐唱得非常的好。潘姐再唱示范一下。因为这样子唱的声音啊，它一定要那个。音响要很多那个 echo， 唱起来就很好听啊。哦，这样子。就好像说 ，You're the lady, the lady, you're the lady, oh, lady, lady, lady。哇哇！哎，今天机会真的难得哎，潘姐。对呀、啊、对呀、啊。那怎么说呢？三位来先合唱一首歌好了。好。就唱他的这个成名曲。有的那个的能不能爱他是吧？不能不爱他，不能不爱他，能不能爱他？不能不爱他，也有这种。那个也有 Leo 的时候，地方给你唱。Leo 的时候我来唱，好，大家来，我们听着四位一起 Leo 一下，来，不能不爱他，欢迎三位，谢谢。
真的十分的特别，也非常感谢，再次的感谢我们潘姐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几位，休息一下，继续收看我们的劲歌金曲50年，谢谢。